行。刚才那个是你女同学啊？啊？你不跟人家打招呼吗？她叫什么名字？她叫吴亦婷。啊？吴亦婷。哦，这样啊。那你跟人家打招呼啊？真的呀。打嘞，大声一点。刚刚打了。啊？刚刚就打了。还会害羞吗？嗯，看见女的就会害羞嘛。打嘞，快点。叫他名字。怕什么？哎？怕什么？连做核酸哇、哦，那么多人在这里。我们这里突然学校说要停课。突然停的哇！今天早上马上就停，然后就带他来做核酸。像不像那个母鸡护崽？下雨了，冷了。哟，这是什么？嗯？要吗？优衣，给你两块，等一下回去先。这都是人家那个的。做核酸给你换的。人家做核酸5块，然后他没有那个微信，他又给我换。哎，给你，你又不说什么，又不给了。谢谢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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刚去做核酸回来，然后今天下雨，旁边奶奶家拿那个就是做那个红薯粉，我去看一下，还没吃早餐，顺便吃一碗。我玩的哇，粉，把它嚼哎，没呀，嘎浪，是油没？我玩的长辈，这么大个没？没得阿妹，没得阿妹，那么高，粉那边呢？好久没有吃了嘛，赶紧沾那个辣椒吗？嗯，什么味道？红薯的味道。QQ 的，弹弹的，是吗？好吃吗？看这里哟、哦，新鲜出炉的吧？好吃的呢，好吃哦，好吃，好，好不好？好，好哎，好，好，嗯，辣不辣？辣的不？你就尝一下，好吃不？辣吗？辣不辣？不辣、啊？辣好吃哦。不辣。海量啥海哟？啥有灵魂是不是？加点辣椒啥有灵魂？哈哈哈哈哈。干锅辣味重吗？辣了没有？没有。不辣了。哎，不辣。我吃我都变辣了。
张工师傅，你去干嘛？张工师傅，你的爷爷。爷爷没有，我去帮了。妹。那再找我帮你。要那边那个汤。这个冷。你没打包吗？哎，打包衣服。二十吗？